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阿布组的频道。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酷炫的东西，教大家如何走出战争机器5的地图。而且呢，在地图外面你想建什么都可以，而且风景非常的美丽。这个原理呢非常的简单。首先呢，队伍里面必须要有技工，技工可以把所有的队员都带出地图。就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开大建了一个炮台，然后稍微调整一下位置，让它尽可能的靠近地图边缘。调整好之后就放下来，然后呢和它互动，转个身，然后呢退出炮台。这个时候呢，你就成功的走出地图了。想要出来也很容易。互动一下，再转个身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朋友呢放下来，互动一下，转个身，后退啊，就进去了。接下来教大家如何把装配机也拖到地图外面。首先呢，把装配机放下来，买两颗电雷，接着呢往地板上丢一颗电雷，拖一下装配机，卡红啊，卡到了个地图外面。接着呢，就等电雷把我们放倒，装配机就掉下来了。接着在地图外面的朋友呢，就可以接手把这个装配机拖到外面去了。OK， 就是这么的简单。然后呢，你想买什么都可以。在地图外面呢，你想买什么都可以，是可以建的啊，看到没有，是可以变蓝啊，放下来的。同理，你想从里面出去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待会呢，我会放出完整的实况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流程。今晚呢，我们会开一次大师车来玩一下，也会录一期视频给大家看的。Turret deployed. Turret deployed. Fabricator deployed. We've got 30 seconds to regroup. Throwing shock. Moving the fabricator. Fabricator deployed. Throwing shock. That was bullshit. Moving the fabricator. We've got enemies incoming. Moving the fabricator. Fabricator deployed. We've got 30 seconds to regroup. Shock out. Moving the fabricator. Scratch one, baddie. I'm coming to you. Moving the fabricator. Turret deployed. Fabricator deployed. How's that feel? That all you got? Drop the bad guy! Sentry deployed. Ready. You're in my line of fire. Turret deployed.
landing. Fortification destroyed. Yes, indeed. Who's next? Over here. Weapons hot. Damn it. Scratch one grub.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加个订阅哦，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好的，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拜拜。